你敢打我！别乱来！你别过来！你要干嘛？你别乱来！你别乱来！哎，哎，我警告你啊！我出人命的！你不要来！这么疼啊？要不要去医院啊？不用。妍妍，你怎么会和萧默在一起？陈娟，我觉得你变了。你以前百分百相信我的，现在问都不问了，反而直接怪起我来了。你不知道萧默是什么人？他杀人犯，杀过人的。你把他留在身边多危险呢？那你知不知道，我之前遇到流氓，多亏萧默救了我。有这事儿？所以每次出门总是觉得不太安全。你怎么不跟我说呢？你忙，我不想让你因为我的事情担心。我可以帮你找保镖，那也不用找那个叫萧默的。他对你有所企图。你是对我没信心，还是对你没信心啊？我对你有信心啊，我对他不放心。我觉得情侣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任，就像你和丽丽，你们俩整天出双入对的，我怀疑过吗？那可不一样啊，我跟丽丽可是清清白白。我发誓。不用发誓，我当然相信你们了。对了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啊？那不是巧了吗？不怪你，要不是你一直搞事情，林岩怎么会把萧默给弄回来啊？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这个林岩跟萧默的关系肯定不简单。听你说，这萧默到底是什么人呢？他是林岩他爸以前的特助兼保镖，表面上长得人模狗样，还是国外名牌大学毕业的，实际上就是个地痞流氓，嗜血好动。据说参加了国外的雇佣军，在中东还杀了一整个村子的人，双手沾满了鲜血。这么吓人？也不知道这两年这小子混哪儿去了。关键是他对林岩是一直念念不忘，之前好不容易才让林岩把他给开了，又是你把他给整回来。这萧默在，指不定又出什么岔子，烦死了。萧默，看在林岩的份上，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。欢迎加入林氏。那就再次麻烦马董多多关照了。妍妍，董事们都已经在会议室了，我们过去吧。好。哎，你只是个小保镖，这是高层会议，没有资格参加。我在门口等你。这，妍妍，没想到你还有这一面。我喜欢。安山君，放开
让我陪你演戏，可以。既然是演戏，那就要演得逼真一点，到时候你可千万别后悔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正式追求你。信赖成分可以，别把戏演过了。别总把演戏这个词挂在嘴里。小莫，你住口！你干嘛？你想都别想了。我想什么了？没有人会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那你说我想什么？你想什么，自己不清楚。说我吸过了，合适的距离是这样，还是这样？我要提醒你，我们之间这是雇佣关系，你不应该介入我的私生活有事。心是石头做的，这我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你要明确你自己的位置。如果我得不到我想要的，你也就什么都不是了。你要再这么三天两头的闹，就滚蛋。人已经在我这儿，就按照我之前说的去做。只要你把我放了，我绝对不会追究你们责任。干活了。好。呀呀呀，没事吧？我念，我保证，以后绝对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。你个贱人，不学好啊，学别人当狐狸精！你妈是你，不是因为太瘦了。你这是在公司，你能不能注意点？马成俊什么意思？你帮他说话是吧？林言，林言，你就别装了！你不是早就知道我跟马成俊在一起了吗？你以为靠美色就可以得到一切？跟马成俊在一起，这次你彻底输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正式欢迎我们的林言董事长回归林氏集团。林言他绝对是装的，他根本就没有失忆。我警告你，别再给我搞事情了。我一直搞事情，林言怎么会把肖梦给弄回来？这个林言和肖梦的关系肯定不简单。你怎么会和肖梦在一起？他杀人犯，你把他留在身边，多危险啊！肖梦是我的贴身保镖，当然要24小时贴身保护。肖梦就是个小人，他看上是你林家的产业。我想跟你谈个交易，从现在开始，我正式追求你。他户口本的复印件。显示已婚，我一定要得到林氏，我要立刻和林家结婚。肖梦确实结婚了，但我不是肖梦，我只想看一看你能为这个女人到底做到什么程度。离开！你给我看着她，看看林氏。跟你这种人渣在一起，一刻都忘不了。